洪金宝的爱驹参加赛马，连洪天明都带着即将临棚的老婆周佳蔚出现，两人再次向媒体确认在1月28日在香港的法国医院剖腹产子，而他们当时表示心情轻松，不过洪天明就戴着一个口罩。我今日有得咳啊，今朝可以咳啊，系有几日佢食啊，好惊啊，食药我唔想，如果真系佢检讨嘅话，我唔会咁。为了保护爱妻，洪天明全程从后抱着周佳蔚，在周佳蔚下楼梯的时候，洪天明也时刻搀扶，他表示已经准备好陪老婆进产房和亲手剪脐带。由于宝宝的性别一早已经确定为男婴，急于帮儿子准备一切的周佳蔚已经帮儿子取好英文名叫 TJ， 但中文名他就有意留给公公洪金宝去取，但直到这一刻，洪金宝最好的建议是为长孙子取名大人，结果因为太过儿戏遭到洪天明反对，洪金宝于是又提出第二个建议，但没想到越取越烂。唔係，我問佢唔好大人得唔得啊？佢話幾好啊，個個都叫佢大仔。我話咁啊，提過得唔得啊？佢話好大爺啊！但係佢真係認真咗唔好。而第一次当爷爷的洪金宝在马场好像只关心他的爱驹多于关心周佳蔚，他表示心情相当轻松，但被问到送什么礼物给孙子，他就说没有准备。心情好啊，兴奋兴奋。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